先放好，你们，我们大家失业劳工，所有的
失业劳工，一个目标就是要抗争到底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有两个目标，跟学子们也是有两个目标，都是为了身体，希望他们把身体保养好，帮我们争取到更多的权利。那我呢，也是要抗争到底，我还要跟两个人拼呢，一个是抗争到底，就是跟我的病魔抗争到底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这么样子跟我坚强，这么样子大家加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再来呢，我说嘛，我们的大家长他很没有人道，他不给我们上厕所，这是我们12岁的钱盖的房子，为什么不给我们进去？这是我们所缴的税，不是他拿钱出来盖的呢，为什么不给我们上厕所？对不对？我们在这边坚持那么多天的，也没下来跟我们慰问，哦，当一个家长可以这样子吗？他既然都是政，虽然我们抗争的时候不是他当主委，那后来嘛，他现在既然做了主委，他就要有这个责任，是不是这样？帮我们解决问题，是不是应该这样才对？对，哦，他都不闻不问。这算什么大家长啊，哦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更坚持，要跟我一样，我的化疗还要一共要做，我这边是放置一天做一次，做12天头晚都掉光了，现在又要做化疗，3个礼拜做2次，做到8月份才会做完，我还有10次的要做，所以你们大家一定要跟我同一条心，所有的那个失业劳工，哦，都要跟我同一条心，大家一定要拼，我拼2个，你们拼1个，是不是花的啦？要两拼到底，对不对？刘大姐加油！刘大姐加油！